你的男神顾老师也在拉卡呀？同胞，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2012级临床医学的苏维安。顾老师，你还记得我呀？我是让你开快点，不是让你起飞。你偷药？别讲得这么难听。你这个女人有没有一点底线的呀？什么是底线？拒绝吗？苏翻译没钱给自己交罚金，却有钱为邻居付医药费。这个疯女人心里面究竟怎么想的？严肃刻板吗？我看你对医学和生命毫无敬畏之心。油嘴滑舌的你，唾液当中有一种叫做欧皮尔芬的东西，直接接吻有助于镇痛。到底哪个才是你？你更喜欢哪个？做我女朋友吧。我就是想永远和你待在一起。好像不太对劲。你快走啊！欠一个姑娘两条命，你该怎么还呢？看在我们俩今天晚上这个交情上。阿哲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我就算再喜欢你，也绝对不会乘人之危。可是我会啊。